永嘉哦，玄觉这个禅师哦，这个玄觉禅师，温州呢戴氏子哦，少习啊经论，就是呢很年轻的时候啊就已经学哦经跟论，经呢天台止观法门哦，很精通呢天台的哦那个止观法门，因看呢这个维摩经啊哦这个花明啊心地哦，看呢这个。维摩经、哦、了解呢、啊、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佛性、啊哦、发明心地，那么我师呢弟子啊玄策相仿，我然之间、哦、那个六子的徒弟啊、哦、玄策啊、哦、来、哦、这个仿道，那么以其啊祭坛，这个祭坛、哦、就是讲得很投机啊，很讲得很激烈、哦、我一句你一句这样、哦、这样说得很投机的，叫做祭坛。